喂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刚刚那个社区卫生中心给我打电话说的，明天让我们去体检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明天我带你去检查。考试的时候，先上车把座椅调整好，一定要听清楚靠哪一条线路。绕车的时候一定要听到绕车仪的声音，然后先三摸也行，或者先拉安全带也行。然后安全带拉完就可以发动。我是平安驾考的教练员 XM， 平时面对不同的年龄、不同的职业、不同的身份的学员，有的人接受能力强，有的人接受能力差。遇到能力差一点的学员，我会一步一步耐心的讲，教出来以后他们会开心的感谢我。到了，下来，小兄弟。平时有没有心慌的感觉？有心慌的啊。这是我的老婆，她怀了我们的第二个宝宝，已经八个月了。从我们第一胎开始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给我们建档，提醒我们检查的时间和注意的事项。你有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？有的，我吃饭就恶心疼，然后不吃饭就还好。哦，平时饮食呢，以优质蛋白、高钙的这样的食物为主。另外呢，就是尽量不要下蹲弯腰。我平时驾校的工作太忙了，有时候会忘记时间，他们都会提前给我打电话通知，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。她是我的女儿，五岁上幼儿园，调皮得很，一看就是个又是个调皮蛋嘛。